今天呢来到台北市西区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商圈西门町，这边呢有非常多的年轻族群以及观光客，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拍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主题，街头路人握力实测，来看看高手是否在民间。那今天呢我准备了一台可以显示数字的握力器，我们现在就每个人先来试握一下大概落在哪里好不好。看一下，75啊！太扯了，太夸张了吧？这个，我先跟你们说，这个握力器啊，它有附一张表，然后那个表上面写，如果你男生握这个握力器55以上，你就是 strong； 然后女生的话35以上，你就是 strong。那我大概是一般的。58.4，这个真的蛮难握的。你也是 strong man， 哇，屌丝啊！三剑客握力王。哇，73，哇，难得可以赢了，太强了！我终于干掉药师，成为新一代握力王了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一个小礼物，这个 My Protein 的蛋白棒。那等一下，如果男生有人捏超过55。女生有人捏超过35，我就会送她一条超级好吃白婆天的蛋白棒。我觉得肚子饿了，带太少了吗？你不能吃了。等一下，如果有超过怎么办？你觉得大家都是怪物等级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而已，应该不太可能。好吃吗？哦，超好吃的，你看看 ，Brownie Bar， 好吃。我们现在就去找路人实测 ，Go！ 第一位挑战者。第一个就超过我们定的目标了，55.3。方便问一下目前的职业吗？我也是工作室的教练。哦，你也是工作室的教练啊？怎么第一个就找到同行啊 ？My Protein 的蛋白棒，知道这牌子吗？知道。OK， 自己挑一支，好啊，喜欢的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用力用力用力，干嘛？45.7。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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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46。干嘛？哦，三个里面最强的有一个53.9，都是学生，我三个都是学生，什么科技？对，哇，破了，55.3。可以问一下你目前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滑雪教练。哦，滑雪教练。对，我就是想要在突破，所以才开始健身。难怪握力就是特别强。冬天的时候，我是到日本去。苗场，我在北海道。北海道，要带我们去滑雪，滑起来，滑起来，滑一下。挑一支你喜欢的蛋白棒，知道 My Protein 这个牌子吗？知道。之前就有买下来吃，吃完马上就开始犹豫，我是不是要再买一盒？这个上瘾的，很爽，对对对，谢谢。尴尬之握，尴尬之握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了。给这个智慧，这个 Boss 教官。压下，用力，31.3，差一点点，再试看看。我觉得他应该有机会可以超过30，甩一甩，放松一下。对，好，再一次，用力实现，压下，有没有？34.5，就差那么0.5。方便请问一下，你目前的职业是什么？你上有运动吗？女生35以上就是 strong 的标准，所以她已经接近，她快要突破，成为这个强壮的女性。再多练个几个月就有，对，就有了。Okay, come on， 25.8，其实看起来非常动作很漂亮，力量差了一点点。Yeah, come on， 暴金呢？哦，目前最强55.9，香港的朋友哇，惊人呐、啊！我坚持下去。篮球教练，然后教小朋友的篮球教练，最喜欢的 NBA 球星 Kobe Bryant， 挑一支，广告、电影、那一期都有，都接，开心，难过，又开心又难过，干嘛，用力，中锋地勤51。差一点点，我职业是地勤，彰化航空地勤，没错。又是机
了，目前最强64.1耶。请问一下，您目前的职业是？健身教练，自由教练。哎呀，难怪，果然有练，握力有差，买普遍蛋白方一支，自己挑一支。瞬间，好爽哦！63.8。请问您的职业是？按摩师呢？哇，按摩师的握力难怪这么强。他刚才说他是被他手撕撕的，干嘛？这个好厉害，还可以压到三个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瞬间，好，瞬间，好。哇，还是很强的，按摩师的握力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握力实测影片呢，就先录到这边。果然最强握力的还是健身教练，没错，健身真的有差，这个伸直屈指的肌群还是比较发达一些。今天最强的那个就是健身教练，对。那最强的女生，她也说她健身4个月，对，有在健身的。大家没事就多运动，保持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那未来呢，如果你们想看任何三剑客的挑战影片，或是什么街头实测啊，有趣的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。我是健人该，下次见，拜拜。